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地震物语。今天我来教你们做这个手工。OK， 这个手工呢，它可以做成衣服 ，OK， 也可以做成书签。OK， 首先呢，我们要拿出 color pencil，OK，color pencil， 什么颜色都可以哦，自己自由发挥。OK， 好，老师拿出蓝色，彩 ，OK， 小朋友要涂整齐哈，不要随便涂哦，涂美美的。颜色要涂得均匀，不要深浅深浅的 ，OK。我们要涂什么颜色都可以，你们可以自己自由发挥颜色。给这边呢，你要涂同一颜色也是可以，换另外一支它的颜色也可以 ，OK。好，我换这个浅紫色。小朋友们涂完过后呢，我们现在就要粘旁边的这些小小的东西 ，OK？ 好，刚才老师给拿出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些小小的纸张 ，OK？ 好，请小朋友们拿出浆糊 ，OK？ 浆糊，好，我们这个两个蓝色的，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哦 ，OK？ 粘这边两条 ，OK？ 两边两条 ，OK？现在这个袖子这边整条粘下去 ，OK， 再来整条多一条。同样的，是这个袖子这边。接下来另外一个步骤呢，这边看到你空空对不对 ？OK， 粘黄色的 ，OK， 这边好，同样的也是放上浆糊。再来呢，我们可以粘这个纽扣 ，OK， 纽扣粘这边 ，OK， 两边。同样，这个也是。
这边中间你们可以画一个领带，小小个领带，或者是ribbon 蝴蝶结，还是画个星星都可以。OK， 好，我示范画一个给你们看哈。看，你可以画个 ribbon， 就是这样子，涂个黑黑的圈圈，然后画一个 ribbon 都可以，也是很可爱的。OK， 这样子都可以。OK， 或者是粘一个领带下去，小小个，另外剪出来都可以耶。OK， 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 ice cream stick，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反过来，这边一个粘子双层粘了。OK， 只要小朋友用手拔一拔就好了。OK， 这个丢掉，这个粘在中间。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它可以做成一个衣服，也可以做成书签。 OK， 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小朋友们，拜拜。